那个有个水，老表，我们去喝点水来先。哦，可以啊。走走走，那在哪去了？在水。哦，真的哦，这个水蛮大哦呀，好大。你晓不？这个水那个味道是哪样子啦？我三个来的水。哦，可能呀，这个水，你看这管子，你看好深啊，可能那个油蛮深去了，这个管子。哦，这个水好大，好干净，直接喝了嘛。我把孩子拉孩子到死。那个不要杯子啊，来姐，那杯子做喝的了，这味道蛮好了，肯定蛮好了，这山上面的水，可能那个比买那个那种快饮品那个可能味道好点呀，好点多了，你喝点，我们肯定喝点喽，我们哎呀，你蛮大这个。哦，这肯定蛮大了，你看了嘛？哦，就蛮爽的这个。这蛮暖和的，我那个个洗了。哎，刚才用水拿去洗一下子，看吃了什么味道了。嗯，可以啊。嗯，走走走。啊，我还挖个钱了嘛？你锅那够吃？你锅那个倒压机，那个可能那个都倒不到。你看这个，嗯，我那个倒挖车看着呀。嗯。咦，好暖的吧？这个泥巴，啊，好好挖。把软台上个蛋。啊。哦。没得哈，你们都把这挖出来去了，这个了，顶顶了，根吧，没得了，根都没得，要不然那个可能挖断了呀，嗯，没个细子看着呀，嗯，吃下个吃个看看我们味道，嗯，那我们在这刚刚挖的这么多，拿去个试一下子，洗干净了，这锅在蛮热，你看，都晓不得那个味道。那个浪子不到了整个高了去了嘛，不过啊我可能拿个高去了，嘿嘿没浪子了，这个剪了剪了剪了，那给你吃过了，现在没洗干净，蛮干净的哦，现在没洗干净，农村也农村也叫哪些，刚刚可以吃的啊，刚刚吃的，我那我晓不得吃不吃喽。好酸，别酸了，不要酸些。本来吃饭可蛮好呀。嗯。那我把鞋子开开了，你看。那好效果啊，你看这。这水也好大呢，这水都不要钱的不？水不要钱。哦，水不要钱。嗯。好清甜清甜的不？本蛮补这东西。小锅的，这大锅点的好吃的呢。那我们那个村有挖子嘛呀？嗯。嗯。然后走了。